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您的好兄弟三儿啊。我今天呢在雅安这儿找了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营地，这个营地是真的很漂亮，环境又好啊，公厕也好啊，扎帐篷也好啊，起锅烧窑都特别棒。咱们看看。Later。这都是植物，真漂亮。下面是河啊。最主要的是往这边看，看到没有？那全都是帐篷。咱们去帐篷区域看看。这边地方绝对好。兄弟们，大家看看啊，帐篷呢是扎在那个草坪上的，而且呢。帐篷的这个下面这就是水，好了兄弟们，你看他这里啊都是金字塔的帐篷，都是金字塔的帐篷，大帐篷小帐篷在这儿啊，它这里就是属于什么地方。啊，它这里也是个双人床，就有点像个双人床一样。哎，这山里的环境多美。它这个地方停车场是免费的，而且带洗手间、垃圾桶啊，而且还可能可以冲凉。搭帐篷的这个区域呢，它是一个坑位，因为它这个地方还没有正式营业。总共这一片有大三块地，啊，一个坑位呢是39.9元，啊，39.9元就等于说它给你提供这一个坑位，所有的装备要你自个儿来去带。但是它如果说你如果没有装备的话，想要去租用它的帐篷的话。一个帐篷就是在小木板的那种啊，就是150一天啊，而且它里面有电池，包括还有烧烤啊，而且它旁边还有小超店啊，小超市，还有商店可以买烟啊、买酒啊、买水，还可以帮我们冰一些东西。从环境这个角度上还是非常不错的啊，而且这里到了晚上就比较凉，没有什么蚊子，白天呢天气热起来以后也没有什么蚊子，整体来看这个地方还是不错的，好吧。咱们现在回我们那边的营地去了啊，走。好了，我现在已经回到了我们这一边啊。今天呢跑着有点累了，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要早点睡觉了啊。咱们这个视频呢就到这儿了，咱们下个视频再见。